新疆的，我第一次吃到新疆的。你看那个枣子这么大颗，我吃了一口，这么大颗，哎呦呀，掉下来了。他是把它剖开了，里面放核桃，大到我只能吃一口，其他的我吃不下了。核桃，新疆，他说是自然的。酒包，有一些留三分之一给其他的求子病人，三分之一给我们的朋友，三分之一，十包哎，十包那就给病人四包，然后给同仁四包，三包给病人好运好运，他这个是双人嘛，他这个是双人哦，这代表双胞胎，所以明天第一个优先要送的是那个长庚的护士香烟呢。谢谢林小姐，她其实是台积电、大力光跟友达的这三家公司是都是他们家组的哦。她说像是带她被找个牙工来做产检啊，其实是看到了郑东升。谢谢林小姐，希望以后吃到她的这个新疆的好运红枣的，能够早生贵子。哎，还有其他，阿里阿斗。